头，现在你想要厨房哦？厨房对你比较适合。好的，在厨房里面。嗯。我觉得啊，你们现在感情不是一开始已经差不多蛮甜蜜了。OK， 只是没有一方开口，他想要先开口说我们结婚吧之类的。结婚？对，这么快？已经在一起了？已经在一起，但是他对你是有点冷淡。那你自己，你知道，女生要开口求婚那是很难的，你要演那种很难，你知道？假装做菜，假装做菜。OK， 好，来，你就不怎么理他、啊，因为你在外面可能有一些别的，你知道？不可能啊！我没有讲错什么，你干嘛？准备烦恼的事，别的烦恼，准备 action。可是你也不能三年每天都煮鸡排给我吃啊。那我们吃煎蛋好了。好、啊、OK, okay。 好啊，那你帮我敲敲蛋。好、啊、问你哦、欸、你的感情要你要先刁难他、啊、你今天蛋怎么我不是很新鲜啊？没有，是你下的。我下的？你下的蛋一定很新鲜的。我下的没错，可是你为什么买蛋是去你买的嘛？哎呀，不要生气啦。好、啊、每次都这样。还有每次，你每次还不是我在生气的时候，你就跑过来一直抱着我，叫我不要生气，都是这样。你不觉得厨房有点冷吗？厨房今天不会啊，因为冬天了，你看我这样子。可是我没有，你可以给我一点温暖吗？好热。恐龙，恐龙，恐龙。等着你说这一句。其实我今天没有什么准备，但是我希望外套可以像我的身体一样带给你温暖。地球很危险，现在火星吧你。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、嗯、而且在外面都很努力、嗯、那我以后啊也会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做鸡排，努力的跟上你的脚步，现在在你背后做个可以让你依靠的小女人。